第二十三题，下列关于物质的叙述甲到丁，上列的叙述哪些选项是正确的？我们知道，我们讲过所谓的物质就是具有质量、占有空间，所以呢，甲说它物质有占有空间是对的，丙说呢占有有质量也是对的。那我们也讲过，用国中的程度来说，所谓的质量就是物质的量，所以丁说物质的总量多少称为它的质量，这个也是对的。那么乙说物质是由物体所组成的，这个是错的，是倒过来，是物体是由物质所组成的。例如铁是物质，铁钉、铁椅是物体，那么铁做成了铁钉跟铁椅，所以呢物体是由物质所组成的，所以我们正确的叙述呢是甲、丙、丁，所以我们是 A。 所以第二三题问我们说，上列的叙述哪些选项正确的，我们的答案呢选 A， 丙、甲、丙、丁。